哎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到底怎么想的。我就以为他反而有个，因为反我现在反而有个问号，就是蛋糕吗？不是，减肥，很甜，谢谢。我觉得有个问号，为什么他们没有改冠名进去？是吧？也蛮奇怪的，嗯，也蛮奇怪的，是啊，蛮奇怪的。刚刚陈子祥说，是因为弟弟，是因为弟弟他自己受伤的。我也跟他说了，嗯，你也跟他说，好像只有我没有跟他说，因为我觉得就不用说，他自己只要投就投，不投就算了。其实，如果我在。子欣前面去跟陈志祥说，有可能陈志祥会写我。嗯。但是子欣，所以你们两个他就不会写了。快点来新人啊！我们会更加团结，会吗？会吧。不知道，可能是，可能他们我们可能会更团结，但是他们那边不。不一定。这个舅舅两个人，就剩下九个人。九个人的话，请到三号密室更换电池。九个人的话，他们那边有五个，我们这边四个，是剩下的。你说如果来新人吗？不是，这一周过了这一周后，不是吗？请到一号密室更换电池。不要叫我，我挂了。